国民党加油！国民党加油！国民党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在媒体面前笑着握手，但下一秒就变脸。金介寿与周锡玮轮番开炮，就是皇帝，皇帝怎么说就怎么说，讨论都没有用的。九人小组根本没有指定在3月25号以前要完成。党中央的谁或者党中央的哪一个会议决定要在3月底以前提名新北市市长？协调会前场面一度尴尬，历经3个小时闭门协商，终于有些共识。3月8号才资格审查完，所以他们需要有1个月的时间。所以这一点呢，我们必须再报。等一下我们就行文了，大家都有这样共识，我们等一下就行文给中央党部，请他来做裁决。我想中央党部应该也会同意了。民调的部分呢？也取得共识，由中央来挑选现有的7家的这个民调公司，由2家或3家，那决定以后我们来展开做全民调的方式，所以也没有什么党员投票了或什么，通通没有，就用全民调，这一点已经也有共识嘛。在电视政见发表会部分，周锡玮跟金介寿主张举办全国性的3场电视政见发表会，并且愿意支付相关的经费。侯友宜阵营则主张桃园模式，由各参选人录影后交由有线电视系统播放，协调后决定电视政见会与全市的集会型政见发表会交由党中央协调。